林总裁，我先看一看。嗯，我就知道你头前话一定会幸福阿姨。你哪会知影我咧想啥？我有咧注意，拄食食暗顿的时阵，每一项菜，你拢是硬要阮阿姨，才硬要你家己。表示讲哦，你真尊重师大。哎，你开窍哦，变甲成功，会晓偷偷甲拍分数。无啦，我哪有？搁拍啥物分数啦？啊，子倩姐就一百分啊！啊，不是，是超过一百分。虽然子倩姐看起来足欠卡，啊，不过伊其实足温柔的，无怪你遐这么介意哩。吴总裁，你来试看麦，这敢有亲像你怀念的迄种古早味？那真正要拍分数，你实在是两百分啦！哎呦，子倩，你哪会到今麦还阁叫杨总裁啦？你甲凯勇哦，得甲差一步，你应该爱改嘴叫阿姨。好啦，那有遮紧？啊，不过我真正哦，就想要较早叫你一声李嫂呢。嗯。哎呦，恁两个。卖阁创治子倩啊，伊也无迄个意思要结婚啊，恁一人一句安尼，会有迄种爱叫的。你出来讲紧啊，哪调得到安尼？啊，这毋是子倩更加爱叫。哎，啊时间哦已经足晚，我先转去啦，明仔载阁要上班。啊，这杏仁茶恁大家就偷偷享受啊。我送你转去。唔免啦。我的车就伫个楼卡，我甲你转去就好啊。你放心，我到厝了，我会甲你讲。哦，安尼开车较细腻。啊，不是我爱讲你诶，你真正是做插头诶呢。啊？安尼你还阁听无？那这点哦，少华阁比你阁较巧啦。伊拢已经咧甲你暗示啊，结果你阁讲子倩伊无想要结婚。啊！你叫子倩是要来甲你应啊？敢讲你就是无结婚的意思哦？是啊，啊你到底是在想啥？哪安尼哩啊？你到底是想要结婚，还是无想要结婚啊？嗯，那对象是子倩，我当然是想要结婚啊，而且愈紧愈好。啊，不过我唔知影子倩是安怎想啊。啊，之前捌拒绝过我啊，所以我就想哦，若是伊无想要结婚，也不要紧。我就陪在伊身躯边一世人。哎呀！无啦，大嫂，你哪搞怕？我是代替阿姨哦，甲你泡精神呐。阿姨，你袂反对我娶子倩？你看人眼光比我搁较准，我当然嘛袂反对。阿姨当然嘛袂反对，阿姨早就穿好一套。迄翡翠手环加迄破链啦，就是等要让你去求婚。阿姨，你刚讲拢无去嫌我，外表是港英团，我是真正的客。哪会啦？虽然你唔是我生的，却唔过你有插手，敢若我的后生同款。之前我唔知影，但我知影了，对你只有搁较唔甘啊尔。阿姨，你哪咧哭啦？好，我知，妈妈一定是欢喜，欢喜你遐要娶子倩姐，对吧？对啦，我这是欢喜的目屎。所以即卖上个要紧的哦。就是去甲子倩求婚，啊，紧甲伊娶入门，甲伊手牵条条，幸福过一世人。不过拄则我甲伊讲遐个话，伊敢会误会我有想要娶伊？哎呦，想遮尔济要创啥啦？去做就对啊。嘿，少怀，你袂歹呢，佮开炮恁二兄听哦，有进步。你是当然的。哎呦，看起来我真正甲你拍，甲你骂。算是有效果，那安尼我三不五时爱给你一顿粗饱。
对，妈哟，想要创啊？跟你讲生笑的。拍摄拍摄，我伫倒啊。不是讲大家做伙食饭，哪有这么多气球？今日是啥物特别日子啊？今日当然真特别啦，因为我要有你。你兄家己讲就好，你莫搞话啦。凯勇，阿子谦已经在问你啊，你唔赶紧讲。哦，我就有。仙梅，阿母赶紧给你倒三缸去。子倩，你嘛知影，阿 K 哦，伊规半世人拢是咧做医学研究啦，对迄感情的代志哦，伊得较含慢，阿嘛较袂晓制造浪漫。嘿，无喏，大嫂，饭店问要火还是气球的时阵啊，你遐随着讲要气球呢。因为哦，伊想要给子倩一个满满的粉红泡泡，我感觉伊足浪漫的呢。子倩，我想啊，大家应该拢巴肚枵啊，对不？有啥物话先食饱才去讲，我去叫因出菜啊。去哦。李雅，连妈拢替你加油啊！你讲唔赶紧？下回吼，我若是无讲出嘴，我靠大家这顿饭嘛吃袂落去啊！有啥物话先吃饱才去讲啦。有一段话，关系到咱的未来。虽然讲我知影这个场合应该准备花，啊，不过顶边告牌比较。和我对花够淡薄影响，所以，我有准备的。头要落山的时阵，满天鸟只飞过彩云。少怀，你摕你刀笔来。安尼嘛是看有啊，对不？李嫂，紧答应啊！嫁予伊。我希望和你一个家，一个温暖又幸福的家。所以，子倩，嫁予我，好不？想要到当初的萧山路吧，孤孤僻僻的江头生。转生以后才变作这么缘投，这么有办的大头家。当初我若是对那个朱姓兄啊，好啊，有一挂赌术啊，即马要跟你江头生同款，作爽。迄拢是过去的代志啊。好、哦。免歹势啦，我是你讲吼，迄当初我甲乌青吼提予伊以后吼，就改变恁全家伙啊命运啊咧。像你即卖啦，穿金戴银，都敢那贵夫人同款。欸，我看见嘛足欢喜的咧，吼足幸福的。你放心啦，我愿意吼，摕一笔钱出来甲你答谢，啊无得卡，你许用这笔钱哦，啊来做淡薄仔生意。无。当初我替你摕着乌册，落个富贵拢送去恁家呢。
你是要花偌济才会答谢我？一点仔钱，哼，哪有遐尼简单？我若无摸清楚你的身价进前，我阁毋知影要开偌济。陈北海，你是毋当袂记呢？当初我有送你一个囡仔，那价值袂少钱呀。咱两个算讲是无少欠啦哦。啊，现在你哦无好啊把握机会哦，去做些生意，安怎？拢败了了是？无啊，大头家啊，你是咧讲啥啦？啊，这块囡仔是要做什么生意啦？啊？搁再讲我也毋是欠钱啊啦。安怎？你唔相信？嗯，来来来，来你看，你看，我你看，你看，看我的口子，我，我敢有欠钱？搁几十万跌咧，有看无？哇，真是有影咧。嗯。哎呦，无简单咧。哎，口子有爱十外万哦，那唔是讲人人有诶咧。对啊。我甲你讲啦，像这吼，我是较欠尔啦。哦。像这个裤吼，这个衫吼，我哦拢欠要穿啦，是讲吼穿个少就好啦。啊，若是穿个水水哦，迄拢别人看的啦，迄拢无意义啦。听你安尼讲，我嘛真替你欢喜呢。免啦，今年十万五啦，顺便吼买一块吼较贵重的手表，就当作是来答谢北海伊救我大礼。啊，卡边哦，伊个表啊吼。去挂个罗密达买来假摆的，万一时间行袂准哦，伊后一回算袂清楚，伊要行去对，去得人消灾解厄，会耽误着别人的性命。唔咩？我甲你讲，我这表啊吼，佫会行的，而且佫会走。我甲你讲，哼，你若是想要送我吼，送我吼，佮欠的物件较重要。啊，那呢？你是欠什么物件？嗯，二夫人啊，哦，我安尼讲几波你拢听无哦。我哦，我欠是家庭的美满啊，你知无？我看你哦，甲江头生两个人哦，啊过得这么和乐，啊佫有查某孙，哦，这么美满，我足欣羡的，你知无？我就想要讲哦，看会当来恁厝哦，啊，多一工两工啊，我感受一下哦，迄个家庭的美满，我的人生。好了，搬家了，吼。无可能啦，我哪有可能来和你来断头？无啊，啥都无可能啊！无恁厝的是有啥物贵重的物件，吼？你也想使避嫌，我知啊。我无管是有人带阮家啦，你。吼，你也知影感谢啦，你嘛爱知影感恩啦。无后盖吼，你若是搬落去吼，天公伯啊！袂阁派我来甲你救啦，你知无哈？你今仔日酒差不多阁会搬来去是毋？无，哎，妈，你莫生气，大成啊，人安生讲嘛是事实的啊，你阁毋知影他要感恩哦？以后哦，你无可能阁遮尔啊好运啊咧。哦，夫人啊，我看你的面容吼，面相我就知啦，你哦，就是慈悲。都是善良啦，我拢希望哦，我有一个好妈妈，我这世人哦，拢无过过一个幸福的家庭了。我要的不多，我敢那希望哦，我会当过一个吼真正常、真美满的家庭，一家就好。是啦是啦，孙先生，阮道生哦。欠你这尔大的人情，你还是提出这个要求，并无过分啊。嗯，什么无过分啊？伊还得影响到咱的生活呢。你，无你是讲啥啦？我就不相信讲你这世人，唔爱请人去带过恁厝的。我跟你讲啦，恁厝的吼，就是迄落金仔夹安尼满满是吼，我嘛袂去偷摕啦。你连上贵重的乌车拢偷会出来啊？明明就是一个歹手孽，搁只定亲。你这人安尼讲话哦，我替你做遐尼多代志，帮助你遐尼多，你反倒倒来咬我一嘴哦。无怪外口遐个人哦，无信任你啦，你是来真害啦。我甲你讲啦，你对我这个救命恩人就安尼讲话啊哦，我嘛无稀罕啦，无需要你报答啦。十万块吼，你留来食药啊。